开个玩笑，大家在讲说台湾的公路车都往哪边去跑？我们常说台湾人骑登山车骑柏油路，是那骑公路车往山上跑。登山车骑柏油路，然后公路车在满山遍野看到都是哈。好，这时候就是全功能性的登山车就要扮演最很好的一个角色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每周一下午2点《单车奇遇》。